好 fashion 啊！都什么好敢穿啊？他们，我要有这身材，我也敢不穿。穿还少吗你啊？在地上，明星少管。Hello， 苏怡姐，可以给你拍点照片吗？你身材好好啊，给我们做摄影的。可以。可是我一会儿赶着去工作，那我们就拍视频是吗？快了，你给我们拍几张？四十张，求求了。那我可以看一下你拍的吗？可以啊，给你看一下吗？都是我们拍过的一些作品，怎么样？好漂亮。你也可以穿啊，好看。那你可以把我拍成这个样子，分分钟可以吧？到时候照片都会发给你。那我们就拍吧。走，那拍太凉。小姐，你多高？我想问一下。我1.72米。你多高？差不多了，就差那么一点嘛。行了行了，把口罩戴上吧，走吧走吧。你可以开始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补个口。别，补口弄是怎么让你自己来的？我来帮你吧。这不好吗？啥不好的？用我的，用心的。哇，金牛座破圈了。我太幸福了吧。你这气质啊，必须得用 YSL 小黑条，别的没那味儿啊。我觉得跟我衣服还挺搭的，是吧？送你的，都是大图，从这里面扣，厚涂红胶，跟你是绝配哦。去上海给上我这薄图，很百搭的，好看吗，闺蜜？好好看啊，这个。那可不，我的眼光，送你了，谢谢。这不是我说的吗？姐妹不要害臊，开始啦。啊，这完事了。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 in the deep when you pray? You have to cut me off. Think of like a never happened to me when nothing. 这么好看一个男朋友吗？叫什么男朋友？What you know about rolling down?